这幸运方块一点都不友好。哦，阿飞也在准备开下一个箱子。一堆花也没有很厉害嘛，虽然比起我那个天降正义来的好点，但是平平无奇嘛。我也赶快开下一个吧。哎，我闪，趁现在。哎，我去 ！Surprise！哎呦，笑死我了！大宝，你也是没水了，连这两个箱子都是这么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我眼泪都笑出来了。不是，你可别笑了，这只是我运气暂时不行，等我的运气好起来，有你哭的。继续继续。嗯，苹果没啥意思，不过刚刚都忘了，这两个药水是干什么用的？这一个是幸运药水，打下去应该会有好东西。一匹马，还是带马凯和马鞍的现成坐骑，不过用处不大，毕竟不知道接下来是个什么情况，再试试别的。这一地的爱心表白专场，悲伤用的小兔兔，曲奇饼，还是小兔兔，什么情况？我怎么飞起来了？这次又是怎样？哎，大宝，你怎么了？你人哪去了？我人在烟雾里啊。不不不，我是说你上半身人呢？什么上半身？我不是好好的站在这里吗？你上半身没了。我的身子呢？只要我脱掉这条裤子，我就是完全隐身的了。哈哈，再偷偷跳过去吓唬博士一下。算了，我还是乖乖拆幸运方块吧。两个马鞍，给我马鞍也没什么用啊。什么情况？打雷了？怎么的？现在给个钻石块都这么有仪式感的吗？还打雷？不过这也比刚刚某人的闪电苦力怕强一点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风水轮流转，有你哭的时候。是吗？我可是对我的运气很有信心呢。是吗？我可是对我的运气很有信心呢。我真是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呀、啊？